大家吃得正高兴呢，你确定你要先回去啊？我先回去吧。行吧，那你自己叫个代驾，我就不送你了。我待会儿送曼琳。和生这个老色鬼觊觎他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现在被开除了，不知道他会做成什么。我送曼琳安全一点。好，交给你了。老板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把车给你开过来。 你喝了酒，想酒驾去坐牢啊？老板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喝酒。那我先走了，明天公司见。拜拜。不然你坐我的车吧，快下雨了。老板，我现在非常清醒，我没有喝酒，我知道坐吉普车，我没有喝酒，没有喝酒。老板，老板，你是老板啊？老板，早知道就不喝酒了。 还能赚一份代驾的钱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赚钱啊，真厉害！是的，老板。老板，你看起来好像有点帅。我看你真是喝多了。笑了。 送我回家，你确定你自己这样回去没问题啊？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老板，进去就是了。你快回去休息吧。那你到家跟我说一声。好，拜拜，老板。你先走吧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啊，我可以的。拜拜，老板，拜拜。 干什么傻事吧？不行，不能这么回去，让奶奶闻到我浑身酒气就不好了。唉，先吹吹风，散散酒气再回去吧。